大榴莲，今天开个大榴莲，最近榴莲特别火，看看这个榴莲好不好？花150买的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好，这个熟透了。刚今天开的那个，昨天开的那个没熟透。哎呀，看看，还有一幅啊。哎呀，这个还有一个小的。咦，这个太小了，还这个这一房算不算三房？哎呀，买的啥呀？妈妈录段子呢。还有一房啊，还有房呀，这个大，你看见没？这个大，哎呀，看看见没？这个特别大，150这么多，五房肉，有一房太小了，看看这个。你别弄，扎你的手。来，先尝一个啊，先尝一个，先尝个大的。甜。特别甜，这个我给我姑娘，给我儿子留下啊。